即刻夾走曬啲 cream 啦！你睇下老婆幾正你。你是不是要误会他？哎呀，你咪攞个嘴嚟嘅咩？我以为是，明白。要不要压低一下，大家给一些压力。算了算了，他都已经吞下肚子了，你要他吐翻吐翻出来，慢慢的。好的，咁啊，互相喂养啖之后咧，预祝佢哋未来嘅生活咧，真系可以甜甜蜜蜜啊！祝他们甜甜蜜蜜，永永远远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开香槟啦。接下来要喝交杯酒了。冇错。